香港人生活节奏急速，食冇丁事，食又食得唔健康，加上生活压力大，日积月累之下，有可能会演变成慢性病。根据世卫统计，全球每年有4100万人死于慢性疾病，相当于全球总死亡人数的71%。当中以心血管疾病，例如中风、心脏病占最多，其次就是癌症、糖尿病等等。不要以为这些病不关你事，你和我都有机会患上这些疾病的。头痛、冇胃口、手脚麻痹，这些微小的病征都可能是大病的警号。透过今集节目，希望令到大家早啲了解微细嘅病征同及早治疗，等大家早啲知早啲医。各位靓女，你哋好啊！喂，究竟我哋第一集早啲知早啲医？介紹乜嘢內容好啊？我知道，我最近咧就讀緊醫療科學，都做啲研究嘅，你睇下啱唔啱用？哦，成扎英文，仲要係啲醫學專有嘅名詞，睇到都頭痛啦，好似有啲腳軟添，食啲嘢一陣再睇啦。好啊，好嘅研究，咁啊繼續再做下啲功課先啊，得唔得？慢慢傾我哋。好。哇，紅爺你睇住啊，你似乎行唔到直線喎，又睇唔清楚嘢，又頭痛，呢啲病徵好大件事噶。喂，唔好講咁大件事喎，你嚇親我心，我有啲驚啊！仲要心口痛，止啦止啦，係嗰個病啦。咩病啊？嗰陣時咧好頭痛啦，咁跟住咧個心翳住啦，咁後期咧就暈低咗咁樣咯。我當陣時係28歲嗰時中咗風，我被診斷為永久傷殘，我估都估唔到中風喺我身上發生。你真係估唔到。头痛和心跳快竟然是中风的先兆，一中了风连下一条直线都困难，所以其实中风不要那么沉啦，跑啦。哦哦，哇，咁快。海琪自细就是运动健将，但是28岁中风之后，不要讲话跑步，连企都企不到。不过他没有自暴自弃，现在分分钟跑得快过你和我啊。哇，犀利啊你。唔使一分钟就跑咗400米喎，梗系啦，唔系咁容易噶，我都练咗一排时间噶。其实有冇讲少少嗰阵时候中风咧？其实成个过程系点嘅咧？嗰阵时咧就同屋企人去旅行啦，跟住就好头痛啦，跟住之后咧就好唔舒服，慢慢瞓咗喺个地下度咯，跟住就晕低咗咯，大概一个礼拜时间，后屘先知道我呢个叫急性脑中风咯，咁后期咧就要做开脑手术几次咁咯，系。哇，开脑啊？其实好严重噶咯，系咪啊？系啊，系有生命危险噶，你唔好以为我而家。精精靈靈的，我接受過一連串即係入個 ICU 啊，跟住之後咧就插曬喉啊，即係點解我由咁叻女大學生，竟然間好似一個完全唔知道自己喺度做乜嘅人咁咯？係唔好睇少頭痛、頭暈或者心跳唔規律呢啲情況啊，呢啲都可以係中風嘅先兆嚟噶，要記住啊！香港每年平均有3000多人死于中风，想了解多啲，即刻请教黄炳康医生。黄医生啊，咁海琪咧就患咗呢个急性脑中风啦。咁其实佢系属于边一类型嘅中风咧？笼统嚟计可以分两种嘅，一种咧就系叫缺血性中风，即系塞血管啦。另一种咧就系出血性中风，即系爆血管。海琪咧其实属于后者，即系出血性中风嘅。其实两种会唔会话边一种系严重啲，边一种系？輕啲嘅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咧，爆血管梗係嚴重啲啦。實際上咧，大部分嘅中風咧都係缺血性中風，接近80%都係塞血管嘅。邊個嚴重啲咧，亦都要視乎到底佢係邊一個位置受影響咯。塞血管如果嚴重嘅，牽涉大量嘅腦細胞，一樣有死亡風險。咁出血性中風咧，有冇啲咩嘅先兆，即係我哋即係觀眾啊，或者普羅大眾可以預先準備嘅咧？好慘嘅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叫出血性中風，突然間爆血管呢啲咧，未必有啲好明顯嘅先兆，因為話嚟就嚟噶啦。不過有部分人咧係有一啲情況，就係佢可能覺得嚇突然起來劇烈嘅頭痛，個人都仲清醒嘅，活動可以活動得自如嘅，其實嗰下已經可能係佢個腦入邊有啲輕微嘅出血，
但如果佢唔理佢嘅話，血管病變冇處理好嘅話，再出血嘅話，咁佢就可以突然之間變得好嚴重啦。咁但係頭痛個個都有噶啦，咁我點知呢個頭痛係咪中風嘅先兆呢？真係。所以好多時候咧，醫生面對一個話頭痛啦，咁嘅病人咧，我會問佢嘅病歷。如果佢嘅頭痛係話突然之間出現嘅，從來以前都冇咁嘅經歷嘅，又或者頭痛嘅時候伴隨有其他嘅病徵嘅，例如佢頭痛嘅時候可能會有啲嘔吐啊、左左悶啊、半身冇力啊、睇嘢蒙啊等等嘅情況，咁就特別會擔心會唔會係一個腦入邊有出血等等嘅問題啦。同以前嘅頭痛有啲唔同嘅，因為如果腦出血嗰個係特別嚴重啲嘅。咁而家即係呢邊左邊左手左腳嗰個狀態。是點咧？即係個知覺上面有冇回復到以前嘅70%？你捏下我就知噶啦，睇下我啲肌肉係咪都係同呢邊差唔多咯。會有分別㗎？你試下。係喎，左邊實好多喎。係嘛？感覺上就好似即係硬啲啦。係嚴重呢度係個感覺冇嘅開頭。即係直情係冇知覺。冇㗎，直頭斟杯水斟唔到俾人啦，食嘢咧又食唔到啦。講嘢咧，好似含住粒冷物咁講嘢啦。咁行路唔使諗啦，即係可能睇住前面都行唔到噶啦，係即係控制唔到啊，係。咁所以所有嘅嘢咧，要重新開始適應同埋重新學習咁樣咯。係。真係打到喎！嗱，你以前咧就籃球隊啦，咁經歷咗中風，咁點樣可以打翻波咧？其實咧，嗰一刻咧係好難嘅，尤其是我哋中風嗰啲咧，一跳起咧就企唔穩嘅。形容一下好似老鼠咁樣咧，你搽塊老鼠膠，跟住只老鼠如果黐咗落去，黐咗咁就係打個比喻，咪就係咁樣咯。可能會腳尖。腳板練咗呢個動作先咯，係啊，即係起碼腳嘅有力，咁你起碼要企得穩，跟住循步漸進去做咯，係。通常中完風之後咧，我哋就會聽到呢個黃金康復期呢個 term 嘅，咁究竟係幾耐？又或者中途有啲咩需要注意咧？咁講黃金康復期咧，啲人成日就話大概3至6個月到啦，但我成日同病人講，你係唔需要諗住有咁嘅期限嘅，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就係話，當個病者患嗰個病情穩定之後咧，應該係盡快進入呢個黃金嘅復康嘅治療。咁但係你話係咪去到3個月或者去到6個月之後就冇進步嘅空間呢？絕對唔係嘅。係，只不過可能慢少少啫。另一個一定要提醒嘅咧，就係好多人忘記咗，因為有一啲風險因素未控制好。當佢復康 ，suppose 係我哋叫做最快嘅時間，復康最緊要嘅時間。變相有第二次的中風出現了，咁就大大影響了佢康嘅機率啦。其實成件事就一定是一個長期戰爭噶啦，即係冇話我哋話齋冇話3個月、6個月、1年咁樣。總之一有時間，當你可以做到復康嘅活動嘅時候咧，就去做啦。心跳跳得快或者唔規律，好可能有心房顫動。咁心房顫動同中風有咩關係呢？心房顫動又可以點樣醫？等心臟科專家馮永康醫生同大家一一講解。馮醫生啊，海琪在病發之前啊，試過心跳得很快，其實跟中風有沒有關係呢？很可能有關係的，因為其實某些病症我們叫做心房顫動，就是一個很大的中風的誘因來的。其實如果你看回心臟的模型，在這個左心房來說，可能突然間跳亂了，跳亂了來說就會形成一個血塊，形成在這個左心房裡，那這血塊透過左心室再上大動脈上的腦啊，有機會引致中風。但可惜這個病本身就是跟年紀大很有關係的，年紀越大的病人越容易有這個毛病，例如其他病症，譬如說甲狀腺的毛病、心瓣的毛病和血壓高，都會引致這個病容易比較出現。現在有沒有什麼新的科技可以幫到他們？其實主要來說，我想有兩方面要注意。如果確診了病人有這個毛病的話，一般醫生都會處方叫所謂薄血藥去防止中風的產生。但當這藥物不能控制好的話，一般就會建議所謂導管的消融術去處理這個毛病。
很多時啲病人心房顫動的源頭咧，都在於心房的背部依度。咁醫學上我哋知道有啲唔正常的細胞咧，剛剛就喺呢個肺靜脈同埋左心房嘅背部嘅交界嘅地方。咁而導管消毒術嘅治療咧，主要就係針對依部分嘅細胞，我用啲所謂嘅導管嘅方式，將佢消滅或者阻隔咗，等佢唔好再騷擾個左心房，去減少呢個病發率嘅。咁最新嘅脈衝腸消融術同傳統嘅消融術有啲咩唔同咧？咁其實當你利用呢個射頻消融術或者係冷凍嘅消融術，基本上用一個温差嘅效應咧，去將呢啲唔正常嘅細胞我哋消滅咗佢，佢就會無分別地咧，就將側邊嘅細胞，譬如有啲食道嘅細胞啦、神經線嘅細胞或者血管嘅細胞，都可能會受到影響。數字上咧其實好輕微嘅啫，但係實際上有時當佢產生咗比較嚴重嘅併發症，譬如係個瘤管形成啦，喺個心房同埋食道之間咧，呢個可以致命性嘅併發症嚟嘅。咁脈衝腸嚟講，基本上咧就佢唔係利用個温差效應，即係唔係用個高温或者低温將啲細胞消滅嘅，佢係透過一個好高壓嘅電流咧，透過啲喉管咧去針對啲心臟細胞。咁而家脈衝腸消融術只會影響到呢個心臟嘅細胞，對於其他食道啊、血管啊或者神經線嘅細胞咧，完全冇影響，變咗增加咗呢個手術嘅安全性。而家好多人都會戴電子手錶啦，咁可以 mon 到我哋嘅心跳，其實可唔可以幫手睇埋有冇心房顫動咧？其實呢個非常之有用嘅，因為你知道呢個病咧其實係間歇性出現。當個病人發覺自己心跳唔正常嗰時，佢自己能夠監察到，跟住錄低心電圖俾醫生睇嘅話咧，係幫到好大嘅忙，去診斷佢本身有冇呢個毛病。嗱 ，Tony， 我聽講咧，你個花名叫紅爺，咁即係都比較年長啦，所以咧就有個測試去睇下中風嘅危機，我就教一教你啦。哦，好好，唔住口咯。咁你拎隻右手出嚟啦。咁用你左手就掂翻你隻右手嘅手指公，跟住咧你就要拎翻出嚟，上啦下啦喐喎，上下左右。總之咧，最尾個位置就係一個你頭先冇擺嘅位置嗰度。跟住你用翻你嘅左手掂翻你手指公，如果掂到嘅話咧，咁就真係冇事；掂唔到嘅咧就大件事啦。你掂到嘅，你冇事，你冇事，冇事。你咪玩嘢得唔得㗎？網上係咁講噶。其實咧就。不是很得的，不過又不可以說它沒有道理的，因為它在測試某部分的功能，就是你自己身體，特別是手對於空間的感覺，一些觸感協調的感覺。有些人先天可能真的協調比較差一點，一向做不到的，那就算了，沒辦法一向做不到、但如果你一向都做得到的動作，那突然間做不到就特別擔心了、我們經常說的口訣叫談笑用兵，是說的就是一些比較主要的功能。談就是說話說不到、笑就是笑的時候歪了半邊臉，用就是手腳，特別是半邊的手腳用不到。這些都是一些常見我們叫做比較大腦的中風的病徵來的，所以如果留意到身邊出現談笑用這些這樣的症狀的話，不要再去做多幾個測試，慢慢去睇啦，盡快去求醫。嗰個治療窗口講緊得幾個鐘頭㗎咋。不過頭先嘅測試咧，我個人覺得咧，只可以供參考嘅啫。所以如果有疑問咧，就記得咧問醫生 check 清楚啦。平時咧就記得要留意翻咧心腦血管嘅健康，咁就可以減低中風嘅風險啦。打得太極咁啊！中風之後嘅復康訓練非常重要，依家有唔少新科技可以幫到手，好似一啲 AI 復康手機程式，同埋最新研發嘅復康機械臂。我想問下呢個機械臂咧，點幫助到中風嘅病人呢？我們這個機械臂的話呢，它有一個學名叫做外神經肌骨系統，它主要可以幫到中风病人呢，去锻炼他的肘关节、腕关节和指关节，结合了气动肌肉、神经电刺激以及的话外骨骼于一体，使得他整个系统非常轻应该说现在的话是多关节训练当中最轻巧的上臂机器人，特别适合居家式的远程康复。没事，有点痛，有点痛，那个电流有点强。哇哇，好似變咗個木偶咁啊！即係俾佢即係控制住，咁咧佢就話俾我聽咧，其實你係要想像，你係要揸實拳頭啦，跟住佢就會協助你更加容易可以揸實嗰個拳頭，即係好似而家咁，我想像擘大手，咁咧佢就會有電流咧，慢慢幫我其他嗰啲肌肉都用電流去震動啲肌肉都擘大隻手，
咁呢個亦都係大部分嘅康復者，佢點解覺得呢步好好就係佢協助佢，令到佢可以快啲達到佢哋嘅即係嘅目的咯。係啦，你以前有冇試過？冇，冇試過。冇試過哇！咁你嗰陣時係鍛鍊啲咩嘅咧？我唯有未即係用啲乒乓波啊、羽毛球啊，啲人打完咪執咯，但係執嚟執去都執唔準嘅，真係。你諗下執波咁大個場都有排執啦，你淨係 focus 坐喺度針對隻手喎，我覺得好好咧。好好啊，同埋就可以喺屋企無時無刻睇緊 TVB 劇集嗰陣時候就可以做。咁唔得，我哋要專心去做復康啊嘛。咁就即係係喎，咁我唯有做完先睇咯。咁計啦。中风康复者一般都需要做长时间的复康训练，但是洪先生用这个机械臂做练习，三个月就连这么小的物件都拎得到。我想问你，你是哪一类型的中风呢？我是属于缺血性的，即是俗称塞到血管的中风。那你的中风程度算不算严重？我当时是2022年的5月3日中风，那就开头是都冇嘢嘅，即係啲手腳重重地咁。係。咁大概係6个钟头後，就左邊身已經完全係全部癱瘓曬啦 ，paralyze 曬啦。咁係咪叫過咗嗰個黃金時間咧？嗰度個鐘頭嗱，因為咧好多時中風嗰個跡象咧，唔係話會痛啊，或者好明顯嘅，我屬於係呢種啦。咁可能係個面戚啊戚啊，或者手指戚啊戚啊啦。咁一般人唔察覺嘅，以為啲手嘅重量都會唔會攰咧，就走咗去瞓覺。因為喺頭3个钟嘅時間咧，啱啱塞嗰陣時咧，如果你趕得去醫院，用得翻個塞到血管咧，咁其實個腦細胞受損程度咧就唔會咁高啦。咁好多時有覺得呢啲跡象咧係冇懷疑咧，走咗瞓覺咧，一瞓過咗3个钟。咁就冇曬啦，好似我咁大鑊啦，因為我係左邊身係完全由零開始咧，逐拍肌肉練翻咧，個難度係高好多倍咯。咁呢個機械臂咁其實又幫咗你幾多咧？中風可能我哋嘅症狀啦，其中一方面就係啲手腳唔喐得，其實係個腦同個手啊嗰啲神經嘅連接已經斷咗啊。咁要重現翻呢連接咧，係要一啲重複性的訓練，重複性是指是個20000计、20000计的次數的動作。如果單靠去醫院復診或者看私家是做不到的，因為你去一次得一個半鐘，其實他已經做不到太多的事，不知幾多年的時間。有一些機器或者科技都很感激會做一些研究的機器，變成很多病人如果及早用到啲治療咧，咁其實佢個恢復程度咧係有機會可以去到一啲比較理想啲嘅情況咯。即係話最緊要就多啲鍛鍊，係持之以恆，係總會成功嘅。係加油，洪生，多謝曬。好，咁我哋頭先就講完出血性中風啦，咁其實缺血性中風又係啲咩嚟嘅咧？缺血性中風簡單嚟講就係塞咗啲血管。我哋頸嘅血管供血俾大腦，無論係頸嘅血管去到腦嘅血管，任何地方有阻塞嘅話咧，都會令到個腦入邊啲細胞冇血液供應，變相就會壞死，出現中風嘅病徵。咁但係點解要分呢兩種唔同嘅中風呢？因為佢哋治療係差天共地嘅。如果係出血性中風嘅話咧，我哋嘅諗法就係要睇下點樣控制患者嘅腦壓啦、血壓啦，從而減少佢有二次嘅傷害。如果係塞血管嘅缺血性中風嘅話咧，我哋就要諗下點樣盡快通翻條血管。可能是利用一些藥物，可能利用手術，而這個治療窗口只有幾個小時而已。所以我經常都跟患者說，有病徵記住談笑用兵，是要盡快搬救兵，不要自己拖，也不要自己試一些坊間的一些古法，最有效的方法都是盡快去到醫院，分清楚是哪一種的中風，從而對症下藥。其實我們經常都說，中風不是一定老人家才會多的，事實上過去那10年裡面，年輕中風的比率高了超過30%。點解會年輕中風呢？除了因為我哋飲食習慣改變之外，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頸動脈受創。我哋頸嗰度有4条血管供血俾大腦啦，2条頸動脈就供血俾大腦2/3左右嘅地方啦。但係2条椎動脈咧，你摸唔到嘅，喺頸椎骨入邊經過嘅。咁如果有啲人咧運動啊，或者去按摩強烈咁扭動啊，
創傷咗條椎動脈咧，咁就大件事啦。因為椎動脈供血咧，就主要係俾腦幹、小腦同埋大腦枕葉嘅地方嘅。有咩特別呢？就係所有大腦嘅信號咧，都要經過腦幹先去到手腳。好細嘅地方受損咧，就算是年輕都好啦，都係有嚴重嘅病徵嘅。掟飛鏢好講求手眼協調，對於中風康復者嚟講，十分之有挑戰性噶。犀利犀利犀利，不過都仲同我差少少。但係咁多運動唔揀，點解揀飛鏢嚟挑戰呢？因為飛鏢咧對中風者嚟計咧係好難嘅，所以咧我一定咧接受呢個高難度挑戰啦。係，即係越難你就越想去挑戰。係啦，你有運動員嘅心態啊。嗯。海琪的性格喜欢挑战高难度，运动方面已经攞过不少奖项，又做了飞镖教练，最近又修读运动心理学，希望助人助己。你有什么动力推使你去做这个教练呢？即是运动员的心态是什么呢？成日出去比赛，有技术有体能，但是输心态。所以呢我正正就读这个运动心理，希望就帮了自己先。跟住我估唔到，我而家亦都可以幫助別人啊嘛！真係，我有個金句啊，真係啊！你講嚟聽下。即係話，路在腳下，攜手創美好，將來創明天。哇，係咪好正？冇麻煩，踢咗結翻出嚟兩邊。係，咁點解有呢個感想呢？咁可能自己單獨走嘅路好孤單，但係當中我揾同伴或者同路人啦，叫做咁一齊去，一齊手拖手。咁就一齊去邁向成功嘅復康道路啦。我又學多咗一樣嘢啦。You are not alone， 你唔係淨係自己一個嘅。揾同道中人一齊去扶持，一齊去行呢條路，非常之緊要。小中風雖然有個小字，但係真係一啲都唔可以睇小。小中風隨時養成大中風，中醫嘅角度又點睇呢？黃醫師啊，想問一下中醫咧點樣睇中風嘅咧？有啲咩症狀㗎？脑掌管精神思考，但是在中医的角度认为这个范畴由心掌管，正所谓心主神明。当热太多困住在心里面，热闭心包就会出现高热神昏，即是发热、面红身热、失去意识、迷迷糊糊。之前都有些先兆的，例如行行下突然半边麻痹动不到，或者口眼斜向一边，或者讲说话出现困难，控制不到流口水。当有以上征兆时，又带有面红身热的情况，就是热闭性中风。而中风时四肢不温，面白唇暗，就是寒闭性中风。早啲知早啲医，要预防中风，重点是保持心脑血管健康。在中医的角度要怎么做呢？黄医师啊，想请教一下你，普遍有这类热症的人士怎样可以去保持他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呢？经本地大学科研，傳統中醫經典複方，十一味藥材的安宮牛黃丸有助心腦血管健康，當中的藥理成分對腦缺血損傷有一定的作用。那在揀安宮牛黃丸的時候，有什麼地方需要特別留意呢？牛黃這一隻藥材就最重要，牛黃的質和量，即是品質和分量，決定成粒藥的藥效。牛黃清熱開竅力強，現代研究指出具抗炎的作用。根據國家藥監局定名，救急藥安宮牛黃丸裡面是不可以用人工牛黃的。天然牛黃最珍貴的地方是它更容易被人體吸收。那天然牛黃的含量到底要多少才為足夠呢？根據藥典，每粒三克的安宮牛黃丸含有相當於 0.167 克的天然牛黃，所以揀的時候要留意牛黃的含量足不足夠。有需要的人士都可以隨身攜帶一粒安宮牛黃丸作應急之用的。今日學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中風之前你一定要了解個先兆，和中風之後的黃金三小時。這個三小時就是決定你中風的程度和你將來的人生。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病徵，千萬不要等，立即找醫生，因為健康是不等人的。